除了不舍还是不舍吧，很拼命的很卖力的一个女人。除了不舍还是不舍吧，看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可能扩大告别式应该是不会办，所以用可能方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说再见，是不是？而且贴心的照顾一些朋友，认识他真的太久了，有工作上的，有私底下的，而且我们都是客家乡亲，所以每每碰到总会特别的亲切，尤其这样的一个很拼命的、很卖力的一个女人，她不服输的个性，会让我们看到，让我们见识到她在舞台上爆发的力量。真正的力量，非常神奇，是需要我们每个女人，好不好？你们多么的尊贵，你们多么的珍贵，每个女人把自己身体照顾好。你在上次见到她？去年，去年初吧，疫情比较松缓的时候。当时她状况怎么样？当时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她。因为后来都知道他都报喜不报忧，其实因为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，所以你们自己一定要小心，晚的那种都会很难处理的。喂，前面刚刚说到跟他认识不是很多人，很多私底下相处他也是这么乐观，然后这么开朗，非常，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黑暗，看不到绝望。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人格特质，跟他在一起很舒服，很自在，很乐观。好，好，谢谢你们。